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凯，欢迎来到频道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《闲刃超人》全新的合作卡片。那这边有抢先释出三张小奖的主动技能，这边的主动技能都非常非常变态，所以已经不敢想象大奖有多么扯了。好，那这次小奖总共有先释出三张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偷笔中指？哦，没事。好，那它本身第一张是超人吉田 CD 5就可以直接解封锁，然后再有清除所有附加效果，并且还有转强化珠。天哪！这已经是把之前独立两个技能直接锁在一个人的技能身上了，超级超级扯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是超人蒂拿，这就是前一阵子有抢先释出这个美术图的一个部分。好，它也是 CD 5就可以直接引爆冰冻珠以及电击珠子，还有新珠，超级扯，而且还无视敌方的防御力。怎么这次小奖的技能都这么扯啊？直接把所有好用的东西直接集于一身，超级变态。好，接着是太郎的主动技能，等一下这边没有写。好，不过文字有写了，可以在 CD 7的时候发动流星光线，将最右边的三子郎符石转换成固定数量的五鼠强化盾，所以是解五鼠强化盾的一个好成员。如果队伍中有三个以上的超人的时候，更会将右方的符石转成神族符石，就会变成是这样子。固定五鼠神族符石，哎，超级变态！天哪，这一次的小奖我觉得很有诚意了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之前会讨论就是有没有变身系统，这边看起来是应该是没有变身系统啦，只有这个形态而已。对，这个就是比较没有符合原作的地方，但是技能已经做得很变态了，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这次合作的强度了。好，那么以上就关于这次的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大家要看到更多关于新影片，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的传统铃铛，参照新的影片的话，就订阅收看。到时候看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